那东西啊。猫女老师，谁的头最好做呢？谁的头最好做？每个人都蛮好做的，因为他们本来头型就都好看。那你说谁最难做？谁最难做？华丽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华丽的审美观跟我们不太一样。要求比较多吗？啊？他觉得啊，对，他要求觉得那样是好看，然后对他觉得好看的，我觉得不好看，但他觉得不好看的，我觉得好看，就是。比如呢？那你觉得是谁的问题？比如说像。平常我们三七分嘛，然后会这么分，那他会喜欢就是把左边的移到旁边，就是要故意去遮住那个线，对，所以我就会觉得那个就不太一样那个感觉，对。但其他人都蛮好做，最好做的是他，因为他随便搞一个他都觉得好看，就是随便乱加。我是因为有爱，我是就是。对，同情就是他，毕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嘛。然后他弄什么都好看，有时候好像吹风机还没过完，我就说哇，好好看。他就是应酬，我们应酬王。对 ，social king。对 ，social king。对，他也说 queen。对。那今天要剪头发了，对，头发太长，给我剪头发了。你还会剪头发？会啊，我洗剪烫染互动会、啊。我头发是他剪的，我还会吹洗剪吹。哦，洗剪头发都是他剪的，我还会按摩，放着刘海，来给我按一下。我按摩高级的。哦，以前我是我们店按摩的红牌。哇，是什么头牌？你看他这个技术，红牌是什么？红牌就是经常会被点的。对，他的手法。对吧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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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康宇老师他说呢，以前经常被点。你是在哪里上班被点？美容美发有刮痧门啊？对啊。哇，太爽了吧，春节。就这面我感觉，哇，太爽了。这场面我都没表情。哦，专业按摩，所以以后按摩也可以找我。那你觉得你来做多少啊？就我以后要去那个女团按摩房，什么生活技能什么大赛？哎，对，一般收多少钱一个小时？我之前我忘记了，1000块人民币，没那么贵，250，250，因为平时是200，然后你能稍微贵一点。如果是我们俩，我给你1000块钱一个小时，可以啊。那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啊。哦，没有，水蜜你没有钱，对，太穷了，就钱包里都空的。哇。春节，我怕我有点丢弃。有群架吗？我们每天吃正节的，喝正节，然后还知道那个床上偷东西，然后还要让他在这里给我们，甚至还用我的吃我的，然后东西都丢到我这边来，就啊对，而且每天还要辱骂他，就是还 diss 他，对，他们垃圾都丢在我的这个桌上，还有我的洗衣袋，你可以他给我丢垃圾，不是洗衣袋给当垃圾，我早上起来我说。哇，这么大一堆垃圾，咔往春节的那个洗衣楼里一扔，被他现场抓到。你太过分，你好好反省一下。哇，春节真的是个很好的，你今天好像瘦了。啊，真的吗？对，胳膊更细。